粥只剩一碗了。没事，那我拿两个勺子，我们一块儿喝。也行。这么巧啊，猛弟！哎，早啊，苗姐。早。早啊，雪山。哎，你们喝粥啊？那我也买粥了。哎，刚刚那个打饭的阿姨说，这个粥是最后一碗了，你去点个别的吧。啊！我不想吃豆浆油条。要不？哎，这个粥是我跟我哥的。啊，你们俩喝一碗？怎么了吗？这是最后一碗了。猛弟啊，你要搞清楚。你们是兄妹，这种一人一勺在碗里搅，多不好啊！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最近学校查早恋查得严，万一别的同学看到了，不知道你们兄妹关系，容易误会。猛弟不懂，江学长，你这个做哥哥的应该能明白吧？对不对？嗯？没事，我再去拿一个碗过来，咱们俩分着喝。嗯。就你事儿多。刚刚老师上课给我讲的几何我不太理解，你再帮我讲讲呗。知道。知道，铁。好冷啊。哎，你这好暖和啊。猛弟，又来找你哥讲题啊？对啊，你忽然过来干嘛？我这不天冷，运动运动，暖和暖和。我又没哥哥。课间时间太短了，晚上回去跟你讲吧。哦，好。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跟我哥啊？我这不是看你们俩挺打眼的吗？那你以前怎么不说呢？他之前也没看到他撒娇之心啊。什么？哎，总之，兄妹之间还是要多注意注意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想亲他？怎么了？你不同意啊？那道题还有另外一种解法，你再算一下。嗯。